好，在这当中我们要讲的是，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表格里面的数值资料删掉，然后不影响它的公式的话呢，一般以前做法都是这样，一个一个把框起来以后来按 delete 键删掉啊、哦。但是这样子呢，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很慢。万一这表格很大的话，会速度非常的慢啊、哦。那怎么样可以很快呢？第一个按 Ctrl， 把它选好以后呢，按 F5。哦、然后选特殊里面我们选的是常数、啊、常数这里，然后注意到文字我不要动、啊、我只要动数值、逻辑值跟错误值、啊、好了以后呢按确定，它会把数值、逻辑值、错误值框起来，我按 delete 键就把这些资料删掉了，但是我的公式呢不会有受到影响、啊、公式还保留着、啊、保留着。